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好，画面上来看到，当时这警方啊，一倒车呢，就这么直接撞上了后方主办单位用来迎宾代言明星出席 VIP 客户的高档豪车。这辆新车报价可是超过了新台币900万，尴尬场面现在让出错了反而是警方。